现场好朋友，这次有新唱演奏，我不太相信。为什么？那个，以后老师是不是你播CD？对啦，以后不可以这样子。喂，不要这样子，明明就是现场演奏，对不对？太好听了，真的，非常的棒，像录音室一样。哎呀，天哪，好像播CD出来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现场安排第二首歌曲哦，非常有心呢，都准备跟月亮有相关的歌曲要来送给我们现场好朋友，祝大家呢在中秋节的时候。 月圆人团圆，能够一起呢，享受这个幸福的时刻。然后我们麻烦一下我们礼品组的，你要我抽奖，麻烦一下把奖品放上来，好不好？
那你叫一个这么胖的人跳下去不太好。不是啦，他给你放那个，你跳下去会危险。接下来第二首歌曲送给大家，轻快的歌。现在一起打打节拍好吗？带来这一首《往归小爱情》，谢谢现场，一连两首精彩的歌曲来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好，来帮我们收一下，来，好，当然呢，我们现场不止来到为我们带来今天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他个人呢也赞助了我们非常棒的一个奖项哈。即将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摸彩品呢叫去我们现场的幸运之手来抽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你所即将得到的是我想要叫你摇，结果你让县长自己摇。来哦，精彩大奖，准备好大家的摸彩券了没有？赶快准备拿出来兑奖哦。好，来，这何贝娘了哈，378号，378，来，赶快看看你的号码。先举手好不好？我们先举手，三百七十八在现场吗？378，来，欢迎倒下来哟。我们到台上好不好？恭喜！那麻烦我们现场帮我们颁奖一下。
来，我们恭喜这位大哥呢，领到我们今天第一个摸彩品，而且是由我们云林县的大家长，我们林孝县长亲自颁发。恭喜这位大哥。好，当然呢，我们难得李县长莅临我们的会场，是，没有，再帮我们抽一下，县长再帮我们抽一下啦，这个，这个是我们非常厉害的，价值高昂的一个手表，哇哦，来，赶快，想要得到朋友要喊抽我哦，这张个抽啊呢，聊聊聊，来，326号，326号。326号，你在现场吗？有，好，恭喜，那我们直接到台上来。哎呦，手表，小朋友要有手指的观念啊，从小培养，非常好，非常好的礼物。人呢？好，恭喜这个妹妹，来来来，小心哦，恭喜你。嘿，hey, 恭喜你！县长，不好意思，请你留步，再麻烦你抽。对，两个礼品，我们希望用你那个幸福之手把这礼物给送出去，好不好？好，接下来这个礼物是由赞科西瓜汁。在现场抽奖的同时，我们现场民众捡到一只手机。有捡到一只手机，是黑色的手机，有带套子的，闪送的，而且里面还插着一张林慧祖的名片。来来，谁的手机？这里这里，再找。你也有、哦？你唔敢去用 FB 填你就对啊，你搁你利用。来来来来来，好，先还给他，好，太好了。来，接下来麻烦帮我们抽出这个号码哦。来，有请县长宣读好不好？好，来，再来这位号是313号，313。313有没有？313在现场，在那边有，恭喜恭喜！得到我们炎炎夏日最实用的桌扇哦。啊，这个呢是由我们的赞哥西瓜汁哈，在我们中山路吧哈，在我们中山路，我们赞哥西瓜汁，我们的张宏兴张大哥所赞助的。谢谢，感谢大家的爱心。好，313号，吴伯。来，进来，进来，来来，我们到台上来。哎呀，恭喜这位小朋友！你要抱好哦，记得看镜头，微笑一下。谢谢，恭喜你啊！小心拿好，拿好，有没有大人帮你拿？小心，小心。再麻烦县长带一下，对，下一位，我们即将抽出我们今天的第一台脚踏车，哎、是我们郑仁豪郑大哥，03年30号，好，30号，03年，来，赶快对一下你的摸彩券，30号在现场吗？30号，030，赶快哦，我们先挥挥手好不好？让我知道你30号，三声之后我们要抽下一位喽。我没有030一声，有，好，太好了，来来来来来啊，有我们的小天使团队，恭喜恭喜，好，非常实用哎，对他们来说，小心小心，慢慢走，谢谢，感谢县长帮我们连续摸出四个大奖，送给我们现场的好朋友，恭喜你。一起拍照，看镜头，耶！谢谢县长，恭喜我们的小天使团队，谢谢你，谢谢县长，感谢县长百忙之中抽空前来。好，感谢我们县长，我们先行到我们的台下来用餐。是，接下来我们先音乐先暂停，谢谢。接下来要宣布一下哦，我们的车牌号码挡到人家的路了。我们的车挡到人家，不是车牌号码。8R7958。8R7958 8495MU 8495MU 2201D9 2201D9 以上，他三台车的车主麻烦先移动一下您的爱车，因为可能有挡到进出的部分，感谢大家，赶快哦，谢谢你，好，麻烦一下，好，谢谢你。